是2019年2月4号星期一，然后9:34，在国内的时间的话，现在应该是年30的晚上，可能很多很多人都在看春晚啊，或者刷微博刷段子之类的。然后我星期一嘛，还是要上学，虽然昨天超级晚，新英格兰 Patriots 拿了奖，我们还是没有停课，我们真的是风雨无阻。不过也是正常，因为美国人又不过春节嘛，对吧？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今天会是怎么度过的呢？所以今天的 vlog 内容呢，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过新年的，我晚上年夜饭吃什么，跟谁过，我们怎么过呢？当然了，现在还是准备收拾一下先去上课吧。今天第一节课是德文课，这个是我的室友深深接德文课课友。然后深深，2019年你有什么新的目标吗？亲你一下。还有吗？还有拍一支自己的短视频，然后去德国交换，然后目标成绩考好点吧。会的。祝深深新年快乐。写作课，写作课不允许用手机，所以没有录。然后这是我的课友以及熟悉的面孔小高，熟悉的面孔。然后我想问一下小高，今天是新年，所以你对2019有什么新的目标呢？我的2019是有让我的 GPA 先高一点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年可以顺利的把这六门特别特别多有写作的课过过去，不要拉低我的 GPA， 不要让我再多上其他的课。然后呢，减肥成功。好，那祝你愿望实现，然后新年快乐。谢谢，新年快乐。Andy， 你2019年有什么新的目标吗？学习。还有呢？健身。学习。有什么愿望吗？愿望好尴尬呀。那好吧，有愿望我们百鬼意义能两分钟内匹配上。可以可以。那好吧，那就祝 Andy 新年快乐。你看，你要说新年快乐。那我快要头发。你要说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好的。现在是中午1:18，我刚从学校吃完午饭回到家，我今天的课结束了。然后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活动，所以我现在赶紧把作业都完成一下。那晚上见。Hello， 这是我的室友小点。然后小点，今天是新年嘛，你2019有什么新的愿望和目标吗？保 A。 暴富豪华还有吗？然后我身边的人家人朋友都健健康康的。好，然后那祝你愿望都能实现。说句新年快乐吧。新年快乐。祝小点新年快乐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歪小，今年21岁，正在 U-Mac 上大三。今天是新年，然后你2019有什么新的目标吗？2019新的目标，好好学习4.0，好好健身，胳膊再大个两圈吧，然后就这样。好，那祝你愿望实现，新年快乐。下午的
妹开始包饺子啦。我在直播小点包馄饨，我们准备包各种奇形怪状的馄饨。再说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煮得熟啊。那我们包几个奇形怪状，然后其他就按照同一个开始啊。哇塞，这些还好吗？嗯，好看。他家做的是我们家的甜品，我从来没有包过饺子，我从来没有。我妈教我好多次做甜品，是不是要跟你爸爸妈妈说？那这样吧，我来给你弄起汤，那你爸爸妈妈不会，不是你爸爸妈妈，你会吗？很丑，很丑。我包的跟你差不多，你要你再捏，不是把捏死一点，就上面这个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包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捏死一点。这样子，呀，你看，好丑啊！你要这样子捏死，把用力捏进去。巧克力饺子。干杯吧，新年快乐啊，耶，哇塞，我们包三个比较特别的，一个是巧克力味的，还有两个是两个巧克力味，还有一个是 cheese 味。然后我们刚刚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了谁要吃这三个饺子。肯定不是我，这个漏了。你们四个再来猜拳，决定最后一个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你们三个中只有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小点要吃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决定？巧克力能在这里，我在找夸的。刚刚 cheese 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 cheese， 这个是 cheese。哦。捡到 cheese 可以跟我做个交流，我给你一半巧克力，你给我一半 cheese。巧克力呢？哦，下面。你要不要放点这个绿色菜？我想再吃点东西。一个一个吃吧，你吃了吗？我啊，没有。一个一个吃，每个人表情要记得。我在吃，我可以放大。我在怀疑那到底是不是巧克力。每个人的表情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你很享受。他表情哦，他最喜欢吃 cheese， 不应该让他吃 cheese。这个巧克力怎么看？下面的。
没有，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。对，便宜他了，他最喜欢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吃巧克力吗？满脸的笑容，巧克力的笑容。嘿嘿，小米。估计是感觉到。我还没说。路上的飞行。甜啊，等一下，有挺香的吗？还有大白兔奶糖。哦，对，还有大白兔奶糖的，大白兔奶糖会不会在那？我有一个包到脚这里去了。嗯，那是不是已经化了？对呀，那是不是榴莲味？就是那个，哦，对，那说不定就是那个，对，榴莲味。嗯。啊，我没吃。当你说，你看他别拍了。那他在哪里啊？那人生还可能一个胖子，都化没了。好，要不然谁说喝汤好了？啊，不要！好吃吗？是不是很甜？这是吃巧克力酱的感觉，吃进了整个表情。三二一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好甜。小王，现在是2019的春，对，除夕的晚上，你要理解有什么新的目标了吗？嗯，越来越，学习越来越好。然后呢？教导越来越多。然后呢？肌肉在大。然后呢？